早安，走在班台里面，这边有一座庙，规模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庙的旁边就比较特别了，一个小小的花园，设计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庙的对面呢，有很多香放在这边，非常非常多。那么这些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一株香都是有写上一些字的，很多是公司的，比如说班台铁厂，这个什么海鲜店啊，不过这个是个人的，比如说这个萧麒麟，陈美谢什么什么这样子咯，寻求风调雨顺，事事顺利，出入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步步高升，生意兴隆，横财就所，年年有余，阖家平安，贵人相助。所以这边前面呢是很大很高的香，应该有差不多整数车高，我就这样走过去看。那么这边还有灯泡，所以相信晚上的时候会亮灯的。这个是比较高的，后面那堆呢是比较低一点点的。所以每一炷香呢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公司，像这个是什么杨前生贺家，这个是大概差不多十尺高的。前面那边有整百柱，这边呢应该200有吗？不止啊，300-500个，还有分高低的啊，这边是比较低一点点，还有一些更加低一点的。怎么会这样多？多得怕死人。 OK， 然后对面的呢还有很多很多，这个放在里面，这些就没有什么装饰了。不，还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很个人，下面就没有写到什么东西，就是说 OK， 各文生，各文件，各词汇，王维顺啊，没有写下什么遗迹。这座庙的名是玄天上帝，我就走进来看一下。要脱掉鞋子一下。现在再从这个庙这里再看过去一下，非常非常壮观。